家即将要去那里就被选为釜山五大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今天其實現在已經是釜山的7:00了，7:00可以去哪裡呢？現在即將要去那裡就被選為釜山五大一定要去的地方，海雲台就一定啦，之後還有港安大橋。我們現在就在這個通柏，就是東柏站。其實東柏島在釜山都是很出名的。在我现在身后这个 The Bay 101是以一个礼物包装为主题的建筑物，在那里跟着拍过来对面的夜景是更漂亮的，我现在就走过去咯。真的不是讲笑，沿途是很多人啊。101咧就是2014年2月开幕噶啦，咁至今已经有2年啦，但系依然都系吸引咗好多人嚟噶，所以大家如果嚟釜山睇夜景咧，而家最出名喺呢度咯，出名嘅就系我去睇过釜山夜景嘅咧，就系龙山塔。龙山塔嗰个睇夜景都唔错嘅，但系嗰个睇嘅 feel 同呢一个就唔一样咯，呢个就系比较一啲摩登啊、时尚啊、睇建筑嘅东西啦，加龙山塔就系俯仰呢个釜山的夜景咁样咯，大家就可以揀你自己中意去的地方啦。呢度真系多人到不得了啊！想玩个空位影相都好难啊。不过我建议大家可以早少少嚟，或者5:30啊、6:00嚟。不过睇季节咯，如果夏天嘅话7:00嚟都 OK 嘅，但系如果系比较日头比较短啲嘅咧，咁好似我而家咁样冬天咧，就可能大家5:00、6:00嚟啦。我觉得可以睇埋，唔知会唔会日落嗰啲咧，或者可以行下里面都得咯。今日咧嘅介绍咧就到此为止啦。咁如果大家咧想知多啲有关韩国嘅资讯啊、韩国嘅娱乐新闻啊，咁就记得留意我哋 KSD 嘅 Facebook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。咁我哋就会为大家分享更多唔同韩国嘅嘢啦。我哋下次再见啦，안녕。